到头来，我才发现我自己不是你了，男主角的剧本啊。爸，你也听听吧。古城拆迁改造计划，我们决定暂时搁置。这里是你们的家乡，是你们生活的地方，只有你们才有资格决定它未来的走向。在这两个月里，我在赵家一招火锅店里打工，认识了赵继雅。古镇青年关文健、谢家园，还有可爱的西西菜菜，风情万种的马丹妮，和跟谢妈妈零距离的接触。这里的人朴素真诚，这个镇子上的风俗美食都有自己的信仰，而这些信仰教会了我20多年以来从未学到的最真实的情感。我爱上了这个美丽的镇子。接下来我们皇室集团会派专员来跟你们共商古城的未来。之前我跟夏明月做了很多对不起大家的事，在此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静静，跟我回去吧，在大城市做餐饮更有发展空间，而且周思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爷爷的火锅店在这里，我舍不得呀。也谢谢你今天帮了大家。可是祸是我闯出来的，而且为了你，为了我们，我泽斯，你就当我跟你是在召唤的一场梦吧。到头来，我才发现我自己不是你了，男主角的剧本啊。那我回去陪老爸了。那就祝你们，祝你们火锅店生意兴隆。至于你们幸不幸福，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啊，不，还是和我有关系。静静，你要是觉得不幸福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就这么说定了。Mm-hmm.